七国集团峰会于六月十一日拉开帷幕，新冠疫情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与会国计划宣布向贫穷国家集体捐赠十亿剂新冠疫苗的计划。在就任以来的首次外访中，总统拜登在英国度假胜地康沃尔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首脑会晤。这是七国集团自二零一九年以来首次举行的实体峰会。英国是此次峰会的轮值主席国。 除了 G7 领导人之外，韩国、南非和澳大利亚首脑也被邀请参加之后几天的会议。印度总理莫迪将以视频方式参与进来。此次峰会是日本首相菅义伟首次在重大外交场合露面，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最后一次出席该活动。 除了新冠疫情之外，七国集团首脑将为期三天的峰会视为一个机会，以修复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受损的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寻求策略，更好地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对手。不过，随着七国集团 GDP 总和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其影响力已经在逐渐减弱。 在该集团于1975年成立时，其成员国 GDP 总和占全球经济的70%，而现在这一比例仅为40%。拜登在会议前发推称：“我期待着加强我们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道，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全球经济。”周五，各国领导人首先在康沃尔海滩上合影，之后出席了一个聚焦全球疫情复苏的会议。 当晚，各国首脑将与英国王室成员一起在生态旅游景点伊甸园项目举行聚会。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预计将会出席。随后，媒体被要求离开，以便领导人展开私下磋商。在三天的时间里，领导人将讨论环境和气候问题、经济韧性、外交政策和卫生问题。他们还将努力扩大向贫穷国家提供的新冠疫苗数量。 预计拜登和其他领导人还将谈及各国财长上周支持的全球最低税率提案。税收协议是拜登国内议程的核心。会议期间还敲定了一项外交访问计划。周五，白宫新闻发言人普沙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默克尔将于七月十五日访问白宫与拜登会面。普沙基称，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全球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经济和国际安全等问题。 结束英国的行程之后，拜登将于六月十三日在瑞士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议。